新加坡国际钢琴比赛是由全球国际音乐家协会和新加坡音乐教师协会联合主办，在 A Link Coverage 国际赛事基金会注册的具有良好口碑和影响力的国际赛事，它是现代音乐比赛形式的典范。本届赛事共有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面向职业钢琴家的新加坡国际钢琴比赛，面向专业的及具备丰富演奏经验的音乐才子的新加坡国际钢琴比赛青少年，面向广大琴童、音乐院校学生及钢琴爱好者的新加坡国际钢琴比赛非职业。历届赛事国际级导师共有50余位，今年有12位来自世界顶级音乐院校的教授和著名钢琴家担任评审，评审主席由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现任钢琴系主任 Yohavid Kaplinski 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吴莹教授和著名钢琴家陈萨也将受邀担任赛事的评审。历届赛事报名参与人数超过30000人次，共有新加坡、中国、美国、加拿大、波兰、德国、法国、韩国、日本、俄罗斯、乌克兰、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等20多个国家的选手参赛。今年组委会对赛制做出了重大调整，新加坡国际钢琴比赛及新加坡国际钢琴比赛青少年初赛将通过线上完成，新加坡国际钢琴比赛非职业初赛继续以线下方式进行，决赛将于2021年1月15日至2月5日以线上模式举行。新加坡国际钢琴比赛一共举办了3届，2021年将是第4届，也是阵容最为强大的一届，历史总奖金高达10万美金，今年总奖金价值5万美金。另外，荣获第一名的选手还将签约10场音乐会以及1张专辑的发行。未来，我们希望以己之力不断推动钢琴艺术事业的发展，让专业选手获得更大的成就，让更多习琴者在钢琴的世界中寻获自己的发展，将新加坡国际钢琴比赛作为业界典范，真正推向世界。